今天率先登场的是一对来自黑龙江的小夫妻，他们能否凭借唱功打动名师？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做李鑫，来自绥化。Hello， 大家好，我叫徐正宇，同样来自绥化。我俩是夫妻的。在我们那儿呢，像我们这么年轻而且又唱正戏的演员非常少。对。然后我们还具备自己独特的唱腔，在我们当地呢，我们也经常有一些大型的汇演呢，比如什么晚会啊、春晚呢，我们都经常参加。对。就这次来到咱们吉林电视台呢，就想多学习学习，让我们自己的演艺生涯更加丰富一些。那我们就一起加油！评剧挂起来了，文瑞要犯人，大姐讨饭，小娘亲。哎呀，这我得给他们好好加加油。特别有味儿，嗓子有点不太什么的，但是有点味道。我东街要到这个西街上，南街要到了小北门，东西两厢要隔边，没有一人发善心呐、下了崔文瑞，咱们且不表，再表四姐临凡人呐、张四姐来女儿花容，满座我不到你是破光童子又在心啊，那我不打酒谁打酒，我不打酒活不长，我二人五百年前倒有的天人配，我何不到下方与他把情长，有心徒步走下去，怕地我父拿我那回天宫啊，低头一记摇摇摇，我父的宝贝我抱上了几宗啊，他非常会唱。
我包上一根梁天尺，夫妻下房好竹杠，我包上一把大铁笔，夫妻下房把鸡冲啊，张四姐拿起我铺天落地网，天罗网坏了一个大窟窿啊，这种宝贝我不带。后来我父拿我那回天宫啊，抽出我父乾坤带，搭着天桥过河东，张四姐一扭身要闯我这南天门啊。严老师，我航行正早来得快，南天门不远面前村那、啊、门上贴写一副对，上下二联写地寨，上一联万寿万寿万万寿，下一联万寸万寸万万寸呐、啊。那横批贴写八个字，犀牛望月海马朝云呐、啊。四位老师都为这两位先生拍的快，不错。金陵城不远，就在面前村。接下了张四姐，化石桥上打。这表崔家讨犯人，崔文瑞化石桥前正燃我的赖烤火。我想起家堂古庙，还有我老娘亲。文瑞迈步往前走，看见了桥中心呐。站着女千金，我不用人说知道了，这腰中必定有金银。大姐呀，你有那银两舍给我，家堂庙内小娘亲。张四姐来女儿娥皇啊，我叫了一声要饭郎，若问我是哪一个，我背着玉皇大帝四姑娘啊，我到此不为别的事，一到凡间与你的拜花堂，你领我走来领我走，领我回家孝顺你的娘啊。文瑞闻听不怠慢，李老四姐回家乡啊，航行正走来的快，家门不远在面旁啊，哎在面旁啊，哎哎呦，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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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手拍门板啪啪响，叫声妈呀快点开门双啊。唱的不错，我挺喜欢那个男演员。老太太正在房中坐，忽听门板响砰砰，我来用手开开门双扇，原来我的儿回家乡。好，完成的很好。来自报一下家门。哎，四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做李欣，来自绥化，29岁。我叫徐正宇，同样来自绥化，我们两个是夫妻。哦，来自小波家老师家那边那边的，也是我们家乡啊。我也是黑龙江。啊，也是俺们家乡的。对，俺们家乡老出人才了。就是啊，你知道吗，我刚开始我还没听出来，你知道吧，他这声音特别的老道、这个、特别的受听。没错没错，这个夏庄这男演员他属于慢热型的、一开始那几句唱有点瑕疵，但是越唱越好、越唱越稳呢，越唱越亮堂，而且的味道越唱越十足。真好，刚开始听吧，我说这个应该老演员就应该是得个四五十岁是吧？对对对，很老道。就从声音跟那比较这个苍老沧桑的阅历都能听出来了。后来我一开门，我一看，哇，帅哥，又年轻又漂亮，这一对夫妻俩啊，这是就看着有点眼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见过。老师，咱俩在那个2015年黑龙江二那春晚哦，你看我说咱俩见过面。哎，我觉得好像还有件事，那一年的时候好像佟老师不是这头上你和佟老师你俩唱的是包公断太后，然后正赶上佟老师那天没拿帽子，佟老师一直一点也不负责任。
明天再。所以我那个帽子就给佟老师戴了。你要不借他那一把抓，他都演不成功了。没毛病，真的。那个这段戏啊，张四林凡，二位表达的可以说淋漓尽致，而且从中能听到很多很多以前都是在舞台上少有的曲牌了。对对对，您二位都已经很早就唱了，是吧？嗯，我看大约得最少得有六七种吧曲牌。是的，老师，除了二人转曲牌之外，里边有评戏、黄梅戏、天津快板，还有山东柳琴、河南醉子。哦，你看我们几个都听明白了，你这个二人转里头是什么曲牌？因为观众听不明白，你能不能把这种曲牌都介绍介绍？完了，你再示范几句，让大伙儿听一听。这么的，老师，那个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山东柳琴，我给现场老师唱上一段啊。温瑞这里不怠慢，领着四姐回家乡啊，航行正走来得快。见们不远在面旁啊啊，在面旁啊，哎嗨哟，哎哎嗨，哎哎嗨，哎哎哎哎哎呀！好听，真不错，非常好。这些曲调调门什么的，都是跟老艺人学的。调门，就是这些调门吧。其实。这些全部都给您带回来了，这些曲牌吧，曲牌，就是我十多岁就走进了这个艺人圈里，然后跟这些老艺人来回演出啊，也是家经济条件不好，然后那个也没去跟老师学，就是所以就是跑班跟这些老艺人在一起演出，演完第一副架然后下来，紧接着赶紧的衣服换完了给人后台打板，打板就听啊，这老艺人哎这个味儿挺好啊，像河南醉子了、山东柳琴呢，还有那个天津快板，我就这个要加在二人转曲牌里边能怎么样，完了就是有一天我就试试我加的，哎呀，别说这挺好听的，所以我就一直坚持下去了。本来这个张四姐临凡天元配的不是什么大戏，里边吧科幻人物啥的，咱们加点小曲儿，哎，听着挺得劲，挺浪的，能招那个现场的观众喜爱，所以我就一直这么唱。真不错，厉害，真不错，这就是二人转的吸纳功吗？对， 对， 对，而且两位演员就是把这个调式都安排的特别的恰当，恰如其分，好听。你像黄梅戏那段唱的女孩，哎呀，形象也好，男孩特别好，声音也好，真太好的。你挺聪明的，你会偷啊你？对，偷艺，偷艺呀、啊！过去不讲嘛，就是学艺不如偷艺。对呀、啊，这真是这样。他偷的话，这个东西很扎实的。你过去讲，硬给一亩戏不给，硬给一亩地不给一出戏，对吧？对对是。宁舍十晌地，不舍一出戏，真这样的。原来那老艺人他都是口口相传的，没有脚本，因为第一他们没有文化，第二呢就是说老艺人这是吃饭的饭碗，他不会轻易的把自己这点东西给谁。对对，那时候是那样，所以说我们学习的时候真的都是偷艺，因为那时候你不偷不下苦功的话，内心使劲的话你根本养不上，所以说你这个传统挺好。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也都偷艺，对，你不能每个戏都老师给你排练，都是在变木条的来偷艺，你能偷来那化解到你的身上，这就是了不起的演员。你这么年轻都知道偷艺，那他现在他是这个时代的人，像我们那个年代是没办法，我们现在都撵着教你们呢，你快来我这吧。没错没错，谢谢老师。特别就是欣赏年轻人去学二人转，去把二人转板板调调字正腔圆一点点传承下去，这跟你说对于我们，凡是我敢说就是我特别特别欣慰。今天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呢？在我们那边吧，唱二人转正戏的演员很少，而且我俩呢又是非常年轻的，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自信，但是在有一次演出过程中就受了一点小挫折，然后就没有自信了，就感觉自己其实欠缺的还很多，就是需要学习的东西也特别多，所以我们就来了。怎么了？遇到什么情况了？就是我们在我们当地也经常参加一些，例如二人转春晚呐、二人转展演的一些晚会。有一次呢，我是第二个上场，然后前面那个演员呢，他是剧团里边的，说唱伴舞觉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特别好。但当时我也准备了一个我特别拿手的，然后那个第一副架吧，就是现场观众特别特别的多，掌声也特别多。但是等到我俩演完了之后，感觉反响不是太好，然后下来总结一下，感觉还是自己可能是唱腔还可以，但是身段啊、手眼身法步就没有第一对演员那么专业。我就是想把我自己身上这些小毛病啊把它改掉，能让自己能够登上大雅之堂，让自己真真正正的成为一名合格的二人转演员。好，
就是像他们自己说的，他们能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我就觉得他就很了不起了。对，是不是？就是你无论上谁的团队，这几位老师都会责无旁贷的去辅导你们，跟你们咱们共同去努力。我和严老师指定能做到，就是说你不管上哪个团队，我们都会，比方说小男孩你想跟我们去学啊，我可以无偿的告诉你，小女孩你可以跟女选手可以跟我们严老师学，都能。不是，那我他俩我们怎么还有保留吗？还能？我是有个很强大的一个团队，知道不？吉林省民间团队没有用，你团队很强大，但不一定能选他俩呀。我保证团，那是知道吗？这能讲平台吗？那站好队，有好平台，对你发展肯定是有很大空间的。借你借你一双灰，哎呦，又来了，又来了，反正吧，肯定这样。我感觉这俩孩子要是说能进我的团队，我二人转的经典老戏有100多出，我都可以无偿的给你们啊。而且呢，我这个我想让你们两个以后呢像我一样成为一名二人转的传承人。他老多人的那个，所以说你们两个要努力。能排上吗？细想。但是刚才小博老师说了，说宁舍十亩地不舍一出戏，我估计他这100多出戏能教你一出戏就不可能告诉你。实际上我真的希望你们两个能进我的团队啊，希望你来到我的团队，觉得你们两个人是我想要的那对演员，我会无私的教你们更多的在舞台上能呈现的东西，希望你们就是把二人转这条路能够好好的发展下去，往前走，这条路对于你们来讲应该是阳光灿烂。其实吧，你们可能也知道，我有自己的学校，二人转艺术学校，而且专门教这个二人转的唱作念打手眼身法，对吧？所以说你要经过专业的话，你会更提高你们这个艺术水平。所以如果二位来到我的团队，我认为我们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探讨二人转，让二人转更加的发扬光大，好不好？希望你们来到我团队。其实老师今天来我非常的激动，就寻思那个跟老师好好学艺术，把我这些那个不好的毛病全改了。没错没错，来吧，请做出你们的选择。我选择的是，面对四位名士的激烈争夺，渴望提高二人转艺术水平的年轻夫妻李欣、宋正宇将会如何选择？加油努力啊！不客气，哎，好嘞，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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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赵小波成功收获一对实力夫妻档，也希望李欣、宋正宇在赵小波的指导下能不断打磨艺术，在未来的演艺路上绽放光彩。我叫鲍永航，是一名二人转演员。我一直认为有一个像赵小波老师这样的授业恩师是比很多人都幸福的事情。许多人都说我像个戏痴，唱得沸腾腾，洋洋响掌声。好啊，我都穿上去。不去。走吧。那也不去。有什么话细细讲来。我就问你，周末能不能出去溜达溜达？不去，不去。当真？当真。果然，果然。我说你能不能有点业余生活？我这就是业余生活啊。那大戏腔3600句，句句都整明白了吗？那9腔18调，咱句句都会唱吗？那这得，你继续吧，你都吃了。我不整明白，我啥也不吃。你呀，是戏痴。不光他一个人这么说，我师姐关明月常说我不像个年轻人，但是我倒觉得呢，这就是我年轻时该做的事。我辈既务思业，便当专心用功，以后名扬四海，根据记载年轻。二人转呢，就是要集百家之所长，融于一身。上一次我是为我师姐助演，这一次我是为我自己而来。我准备了一段老戏新唱，我来到名师高徒，就是要跟各位名师多学学。
了这座更衣厅啊，老大人你是改变一个花型，在头上我摘去了这爷家的乌纱帽，身上我脱去了那爷家的蟒袍笼啊，头戴一顶开花帽，身穿着破袄，鼓着补丁，我左手拎着一个黄瓷瓦罐，那打狗的哨条右手轻啊，打扮一毕我拿起了菱花照上了一照，张廷秀咋还是一个当官的虎相容啊，万般处置在这无计所奈，抓一把锅底灰呀就往我的脸上猛啊，二一次我拿起了菱花照上了一照，张廷秀我变成了个要饭的花子穷啊，我打扮一毕忙开口叫了一声少卿与少红，张老爷我正晌午时要回督察院，无话讲来无话明啊，正晌午时我要是不回转呐、你们把那大兵儿发到了苏州城，我嘱咐已毕往外走，张廷秀迈动了虎步走出十里亭啊，剪断放为妙，那梨儿啰嗦朋友们不爱听，长兴正走来得快，远远望见了苏州城，远看城门二里水今天多数不清，一个垛口一吨炮，那一杆旗下立招并是名，护城河倒在这颗垂杨柳，大鱼的小船儿来回冲，车走吊桥如擂鼓，马蹬尘沙太阳忙，张廷秀刚想把城进，城门以上告示封，上写着三等人儿不能够把城进，这个和尚老道要犯花子打板先生，为什么苏州城防得这样紧，怕的是张廷秀密防苏州城，张廷秀我正在为难之处，忽听得传来一声驴叫声，举目抬头留神看，走进个骑驴的女花容，这女的名叫十三大姐，指着唱曲度日生，我走到近前躬身施礼，叩尊圣十三老板，你要听您老进城唱小曲，我给你当个拉驴童，十三老板说好好，廷秀接过来驴缸声，接过来这驴缸声，我就长叹气一呀，叹的是我八府寻案给人家当了一个拉驴的童啊，自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现场的朋友们可能不熟悉我啊，我叫包永航，我是来自黑龙江的二人转演员，谢谢大家。赵波老师是我磕头的师傅。不是你来，你咋没告诉我一声？你咋不说你来呢？我这来吧，其实我是赌气来的。那你我赌气来的。怎么赌？因为大家呢，上一期可能看到我师姐关明月来参赛来了啊，我给她助演，但是我特别赌气什么呢？我上台唱四句，一话没让我说，让我下去了。就是没过着瘾，没过着瘾，真是我这回上非得过把瘾，我来多唱点。自己唱、哎，这回没人跟你抢了是吧？这没什么。上次因为没让你露脸。这回你应该
好好发挥发挥，是不是？因为我对二人转的感情实在太深了，确实太深了。到什么程度？从小就喜欢二人转，耳濡目染。我父亲和我爷爷就非常喜欢。等我记事那天开始呢，就是伴随着二人转的音乐，就每天都有。等我四五岁的时候，我就能唱小半年儿。那个时候我爷爷领我满屯子去溜啊，就是满屯子所有的父老乡亲都知道老包家有一个四五岁小孩能唱小半年儿。我就是老师，我很痴迷到什么程度呢？我跟您说，你可能不信，就是二人转，咱们二人转大西厢，这个3600多句当中的开药方，就是每一位药材我都去药铺里去查。举个例子啊，就是金毛狗，好多年轻中医都不知道，说金毛狗这药没有这个药啊。我有个朋友，他是中医，然后他爷爷是个老中医，我去问了，他说金毛狗的药材呀，学名叫枸杞，啊，学那个外号叫金毛狗。你说这个事儿咱不问，咱都不知道。包括就是因为二人转，我购了好多的这个传统二人转这些书籍，我买了2箱的书，就这几年，真是太喜欢了。就像他这个年龄段呢，好像基本上不太可能，很少能对二人转这么痴迷。对对对。然后实际上这孩子吧，就是说他对二人转的这种追求、这种那个执着劲儿啊，我真的特别喜欢他。就是说我们学生都在哇哇睡觉的时候，他一直在抄戏，在学习。在抄，就他那个本子，手抄本就这么厚的本子就得好几本，真的，我敢说老艺人都没有他多。那你说你喜欢二人转喜欢这个程度，哎，你那些同事是不是都老喜欢你了？大伙儿都亲切称为我老包嘛。其实这个不是说我老，不是说我老，我们赵老师也这么叫我，他是一种尊称，我认为是一种尊称。包括我上中学、小学，大伙儿都这么叫我，他可能觉得是一种字典上查就是用的。智慧的长者那种感觉，那种意思，都是志同道合的人嘛，都是非常喜欢这个传统艺术，然后喜欢二人转。比如说现在这网络这么发达，都搞直播，我呢就去看直播。比如说这段谁唱的特别好，我会拿这段咱分享，武装咱们自己呢，就是总搞这些交流。你真是我们下一代的好的接班人。你自己对于年轻人，你有没有什么愿望？有好多年轻人还是说觉得二人转呢好像是过时了，其实他们不了解二人转这门艺术博大精深，粗如铁钢，细如牛毛。二人转老艺人王文轩先生有句话，二人转这门艺术是什么呢？土生土长一枝花，东北大地八根扎，雨打双栖枝头翘，浓香飘洒千万家，老百姓离不开二人转。所以说我们年轻一代的呢，做好继承，做好传承。那么呢，人生总有限，工业总无涯。是的，说得非常好，觉得你说的这一番话就是守正放进。但是呢，今天我们仨可能没有争的权利，但是我们也得出出手啊。怎么能说没有争的权利呢？那人你看人家啥关系啊，是他儿子也好，这是个徒弟也好，但是咱也得，但是我跟你说，你要走出来，那才又是另一片天空，你知道吗？希望你来到我们的团队，就是说在赵小波的你师傅的这个带领下，你学了是他的那一套的那个演出的方式。如果上郭旺老师或者上我这，也许孙春红老师给你一个另一番的一种感受，另一番，你可得寻思好了，那玩意儿不能随便就这师傅还紧的，我还搁这块坐着呢，敢呢？啥玩意儿就上这上那儿的？谁说的？我这戏有点奏过了哈，整个宋老师都不敢动手了。但是我觉得老包你，我觉得你最适合上我这个团队，因为我觉得这个舞台上我似乎找到了一个搭档。真的，因为我觉得不是这话，又是让童老师听的，不是，我不怕得罪童老师。童老师因为有总导搭档嘛，他快找着了，我就行，我也赶紧先找一个，先预备着呀。说希望你来到我的战队，也希望你为我争口气，把童老师顶下去，我就开心了。翻篇。但是我希望你来到我旺旺战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旺旺战队我的电视剧啊电影啊都他那都黄了，一点用没有。老包，我跟你说，我跟你已经到最后关键时刻了啊，你已经到我的团队来，你知道吧？我的背后团队是什么你知道吧？是吉林省第一大二人转旗帜，吉林省民间艺术团。你这么执着，这么喜爱二人转，你就不想进我团吗？我跟你说，就最后时刻了，不要考虑他们，你要走专业团体传承二人转，就到我的团队来吧，来。
还是那句话，师傅是永远改变不了的，是师徒如父子，这个没问题的。但是呢，我今天我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今天你可以选别的老师，就是你自己认为心仪的，那只是老师不是师傅。所以说你可以上别人家偷点东西，完了你回来底儿在这儿呢。对，我是这么想的。所以说这个权利呢，我还是给你，没问题的。那么选择权交给我了，咱们三位老师我也是非常犹豫，因为我非常的尊敬各位老师，非常的喜欢各位老师的艺术。哎呀，但是你要不学你老师，你老师也心里会很难过哈。是不是他刚才不都告诉没事，他都告诉了，说你不要选我，咱俩师徒缘分已尽。他是不是什么缘分已尽呢？你看你说的，进不了，这一辈子都进不了。你刚才不那么跟你说的吗？对呀，他肯定缘分是进不了，是尽力，是尽力。尽力来吧，那我们仨就可以跟你增进感情了。哎呀，我的选择是。面对追随多年的师傅赵小波和另外三位各有所长的名师，包永航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的选择是，严如平老师。刚才那戏都奏假了，我啥也不说了，反正我就希望吧，你搁那里头带回个女生来。放心，来上咱家来呀！我们等着吧。那完我就搁这等着了啊。行了，那你去吧。他不回黑龙江了。那我你去吧，你这咋整？你来吧。哎呀，太喜欢你唱戏了。我跟你说，老包，唱好戏，做好人，将来是我们后一代的二传的佼佼者。好，谢谢。我还要抱一下的，加油！抱老师一下，快！加油！一会儿你又生气了，不能！加油！最棒！恭喜包永航成功加入严淑平战队，愿你在二人转的道路上集百家之长，融百家之思，扬百家之名，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二人转之路。其实呢，我很希望我们家老包啊能进入严姐的战队，他认识的名师越多，就是对他的二人转的道路帮助会越大。我希望他越来越好。赵老师不仅是我的师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达到了亲情，所以说我会感恩一辈子，一生师父，一辈子师父。亲爱的老铁们，大家下文还是好啊，自我介绍一下子，本人姓赵，名毛毛，我是一个小小的演员，绰号龅牙毛毛。为啥叫龅牙毛毛啊？牙大看不出来吗？他们说我这大牙抠抠麻将的胜负军旗，外带三副彩子。哎呀妈，这两天我都寻思我这牙这两天我还得补补呢，我再吃点钙片，我再喝点牛奶，我给它补的大大的长长的，将来我要干点大理石的工程，我接点大活。其实我平时不这样式的，我都老美了。来吧，名师高徒，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龅牙毛毛到底啥样。
蒋伟东。了那小米儿洗澡，咸菜炒啊，金皇宫享清福，而我可受不了。怕的是那净吃好的，肚子鼓大饱啊。干娘你重见天日比啥都好，儿甘愿留在这儿破瓦寒窑，儿知道您老的胃口不好，你要多喝点小米稀粥，多吃点鸡蛋糕，咱母子十八年天天常见面哦。怕的是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啊，干娘啊。没好东西送给那干娘你，只有这要饭用的半拉葫芦瓢啊，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一碗，趁热乎你快喝下，您老可别饿着我的干娘啊。范中华跪地磕头，眼泪刷刷掉啊。李太后心如刀绞，有点不太会唱去，是不是？多贤孝啊，为娘我再忍心把你抛，这些年你为娘东奔西跑，沿街乞讨，你为娘千辛万苦没少把罪遭，没有你娘如今我哪能活在世，没有你娘怎能血恨在今朝，为娘若抛下你老脸还要不要啊，走吧干娘走，你不走为娘我死也不还朝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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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理难饶啊，这话只好跟娘走，搀扶干娘一寒腰啊，太后坐轿上大轿吧，喇叭骑马几代照啊，这谁呢？来，自我介绍一下。哎，大家好，我叫赵毛毛。笑啥呀？毛毛。你看
看我都哭这样了，你还笑？你看你没听来唱唱，都没开过什么。没听过他唱唱，他就一直演综艺的。对，扎个围巾的，穿个小花帽。你们在现在看他很文静，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具有舞台经验又特别能够让观众眼前一亮的一个女丑演员。是，他在台上特别活跃，就特别能够抓住观众，能不能展示一下？我今天穿着这衣服有点不太搭。你管他搭不搭，主要看表演。加上头巾啥的。我那一身农村的衣服，然后一上来那个感觉就来了，今天就感觉有点板的。要把我这衣服借给你，我这那行啊。你看，咱就唱丑的嘛，像女丑演员很难得，而且你又演的这么好，今天就想要一展一下你，展示一下，哎呀，我一饱眼福，对不对？来对来，对吧？那我就不是这感觉了，那都老虎了。那一上来那就是，哎呀，欢迎啊！台下所有的好朋友们，送来雷鸣般的掌声。啥也不说了啊，江后李杰抱拳了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来自吉林省公主岭市。吴镇胜利村三对灯头老赵的赵廖县家赵老三就是我叫赵氏阿毛。然后就说，哎呀妈，台下来了这么多观众的，这一看这不得有十多万人吗？我搭档说的，哪有十多万人呢？完，然后我这眼睛就来了，我说说，哎呀妈，这不得有二十多万吗？我跟你说啊，这么大的场面，绝对是我这一次再次出门的机会。啥也不说了，来了这么多衣食父母，给大伙儿多表演点节目，然后来二人转，就说300多年历史了，那就唱到今天多有魅力。过去的二人转，咱说实话，哪有这场合？对啊，都登不了大雅之堂。过去的二人转，只能在农村的田间地头。我搭档说，搁哪儿啊？苞米地里啊。他说的啥玩意儿？苞米地不都搁地头吗？我说谁搁地头唱啊？那都能看着，俩人搁苞米地里边，就是唱吧。他说我就不用麦克吗？是不是？过去都叫蹦蹦。然后我俩就开始表演，就是咿呀哈，更哈哈，咿呀后哈，我俩就整的老齐嘴了。哎呀，那就给大伙儿逗得老开心了。要今天还原那个美女的本色了，是吧？就是、长得这么好看。哎，你这当初为什么？你怎么想就演女丑的呢？我觉得演女丑，对于我来说还有挑战。就是综艺都知道，男演员上台唱了20多分钟，女的上来唱个歌，完了就下去了。这要是换成我，那就不好使啊，不满足。我一瞅啊，都演5分钟了，还没招呼我，我不用他介绍，我直接我就上来了，我直接就窜出来了。我说干啥呀？都来看你来了，我就气的就不行了。然后我就想把我自己的另一个特点展现给大家，是不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嘛，每个人的那个价值都是无价的。我就想把我这个特点展示出去，从小就有这个搞笑的天赋。民间的二正演员，他都是男生都唱一多半了，还剩几分钟，就剩几分钟，唱一歌，完了就下来了。因为他们都不是女丑，这个是女丑。他就把那个女演员当成一个花瓶往那一摆，就完事儿了。对，我从来不当花瓶了。其实这样，我愿意跟你在一起搭档，因为我也喜欢女演员早点上来，是不是？哇，你还清秀，对，还清秀，俩人配合还好。那可不，其实我就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这样一搭就这样好，非常好。但是咱俩好像搭档不了，为什么呢？老师，您叫郭旺，我叫毛毛，啊，咱俩好像俩啊，毛毛，这俩犯相呀，完了，这是两个小可爱呀，对，这明显这给我封门外去了，你这是。啊，那你就是您演女丑演了多少年了？也得有10来年了。刚开始也是的，穿老漂亮了，那一上台，就是你的演出风格那很特别。就在大街上，有没有人认出来你？就是我平时在剧场演出的时候，穿的衣服不是很另类的吗？然后感觉也不一样。基本上在大街上，还真没人认识我。就我一换成漂亮的衣服，他们就对我就不是很熟悉了，只认识舞台上的我，这个就让我很尴尬。尴尬，那你就管你就上舞台那身衣服穿大街上，他们那以为我有点精神不好呢。其实就是我说的那种，就是他演的吧，不招人烦，不招人烦，不埋汰，所以说人就所有的人都能接受你。所以说你后来改变了你的风格，在舞台上呈现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看的一个女丑。对，这就是你的优点。我倒是希望你把这个丑传承下来啊，但是我更希望你二人转比这个唱的还好，因为你这嗓白瞎了。你说这么好的嗓，你咋
就毛病了是。现在毛毛呢，就是唱先生还是有点问题哈。对，这唱先生有点，就稍微有点唱的有点懒。他孩儿你人好心好多心笑啊，他往下唱啊，为娘我怎忍心把你抛，这些年就是气儿有的时候你还拖不住，就好好练练吧，因为你学的时间很短啊，年龄不算大，因为这个阶段也正是成熟的阶段，所以说你来到我的战队一定会帮你。就刚才听他唱的有一种小担心的感觉，怕他就是唱不上去，拉不到，够不着。对，但是还都够到了，就是心如刀绞的那句，我还寻思能不能唱了啊？对，多高都能唱。对，就是他不是他嗓儿不流畅，他嗓没问题，对，他嗓绝对没问题。他有他那个女丑的那种美，哎，别说演丑就不一定演得非常丑，就是丑要美，所以说他演的就非常美，在舞台上又有艺术享受，就是他。就是二人转唱的少，所以说来到这个舞台上，对了，啊，跟这四位老师，每个人都能学到很多的东西，最起码唱会让你过关。嗯，你要学唱这块，我建议你上严淑平老师团队。那咱俩有点犯相吗？当然你上我的团队会更好。我相信赵老师、莫老师离太远去不了，他没法教你。也能，哎呀妈呀，那也不一定。赵老师常来呀、啊，就是我都要搁这儿扎根了。我你常来也是，你常来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去晒网时间你还哪有打鱼时间了？我这个团队就是培养你综合艺术的，后面有很大团队配合你的。来吧，我们四个老师都给你开门了，你。决定你心仪的导师。借你借你一双慧眼吧。哎呀好，又来了。哎呀，那我的选择心里要有数。严淑平老师。嗯。好。老师。啊，好好唱戏。哎呀，在你的丑角的基础上，一定要把唱功。好好的恢复一下，没有问题，因为你有声音，好好学，好好教你，随时随地，好，来，加油，童老师，童老师，你就多个搭档，童老师，恭喜严淑平收获一名个性学员，希望在严老师的帮助下，赵毛毛对二人转有新的体会，艺术道路更加开阔宽广。下周六周日晚17:50，名师高徒第二季，不见不散。